健康营养减肥食谱 Healthy Nutrition Weight Loss Meal Recipe， 这些食材都有独特的营养价值。花生具有丰富的蛋白质、健康脂肪和纤维，芝麻常用于烹饪和烘焙中，它们富含健康脂肪、蛋白质、纤维和多种维生素。木耳是一种食用真菌，具有坚韧的质地和淡淡的海味。葡萄干是葡萄经过脱水处理而成的小型干果。苹果富含维生素 C， 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维持健康和消化系统正常。松子是一种坚果，具有丰富的健康脂肪、蛋白质和抗氧化物质。果仁是一类广义坚果，包括杏仁、核桃、腰果等，它们富含健康脂肪、蛋白质。木耳在晒干的过程含有泥沙，要清洗干净。洋薏米富含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群、矿物质如镁、锌和铁，以及抗氧化，认为对健康有益，可以支持消化系统，促进肠道健康和增强免疫系统。我们将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倒入机器人里面，放入适量的水，然后去烹调了。我们用机器人煮40分钟，然后呢将它打碎，就变成一种健康的早餐。它可以帮助身体健康，并可以达到瘦身减肥的作用。好了，这个 recipe 食谱呢是我的阿嫂教我的，所以我回来试了一个星期，觉得非常之好，喜欢的记得收藏和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朋友。健康营养早餐可以热食或者放在雪柜冷食，早餐呢就吃这个就可以达到瘦身减肥的效果啦，而且做起上来非常简单。记得 subscribe 和点赞哦，分享给朋友，让大家一起都健康生活。